泰国东北部龙磨南浦府一个前警员上星期四持刀枪闯入当地一间幼儿中心大开杀戒，之后回屋企枪杀妻儿，再吞枪自杀身亡，合共造成38人死亡。据报34岁凶手班雅有毒瘾，因为未能够通过药检而被警队解雇，大部分遇害幼童都是被刀刺死。至于凶徒施袭的手枪是非法取得，这宗枪击案引发各界对枪械管制和毒品问题的关注。泰国是可以合法拥枪的国家，申请合法拥枪必须要有无犯罪证明和向当地政府登记，不过当地黑枪泛滥。根据曼谷邮报在2019年引述枪械数据库网站数据显示，泰国6900万人口中民众拥枪数高达1034万支，不过只是有六成是合法注册枪支，另外四成则是非正规渠道流入泰国社会的黑枪。有专家说，泰国是亚洲枪支持有率最高和枪械暴力最频繁的地区，普通人获得枪支非常容易，在网上可以轻易找到私人卖家，有时还可以打折，甚至有网民说在泰国买枪比买菜更容易，而一把普通的手枪均价大约是90000泰铢，相当于18000港元。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黑市交易火爆，枪杀案或者是买凶杀人事件有增加的趋势。在泰国，枪械专卖店随处可见，有些店铺甚至以出售没编号的枪支来招揽生意。另外一些官员向当局申报丢失配枪，暗地就将这些枪卖给黑市牟利。边境地区不少黑市专门出售来自邻国的武器。路透社文章指，虽然泰国大规模枪击案很罕见，但私人九分钟的枪杀案频频出现，枪杀案死亡比例堪比美国。泰国警方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泰国境内共发生超过31400宗涉枪案，其中涉非法枪支案超过24300宗，占案件总数的77.5%。泰国国会下议院将会开会讨论枪械管制，包括增加民众合法获取枪械的难度，以及要求持有枪械的人每2至3年更新许可证。